换一个房子，你住在哪里面？换一颗种子种在你的花园。三两杯淡茶香，这就是永远。今生的梦想如何将它实现？缘分该由谁来做出判断？因果该如何了断？爱总是短暂，情总是艰难，为什么曲终人会散？个房子，你住在哪里面？画一个种子种在你的花园。三两杯淡茶香，这就是永远。今生的梦想如何将它实现？缘分该由谁来做出判断？爱总是短暂，情总是艰难，为什么曲终人会散？如果还有爱是今生诺言，算不算一生难得缘分？为何轻易留下一愿把来世圆满换作今世的温暖，愿把来世圆满换作今世的温暖。